教你们如何像国外小哥一样模仿霰弹枪的声音。第一步，傻叉，但是不要用喉咙发音，把嘴闭上，用气。傻叉，傻叉，特，夫，连在一起，不要用喉咙发音，用气。教你们如何像国外小哥一样模仿狙击枪的声音，塞牙了，吐痰，吐，用气，不要用声音，延长回声，用手挡嘴，教你们如何用嘴来模仿 P90 冲锋枪。永远可以用塞牙了代替。你要会弹舌，舌头在口腔里放松，向外均匀吐气，然后上下牙咬住，嘴做亲吻动作。